国职业男篮篮网队传出内讧，主要是厄文、杜兰特和哈登未来三人关系都要磨合。巨人队王牌投手菅野智之本周完成续约，年薪高达770万美元，创下日职史上最高薪。泰国羽球公开赛上，香港混双邓俊文、谢颖雪临时决定退赛，主要原因是对手德国队教练、前台湾网球好手陈文心经传确诊。现年38岁的网球好手卢彦昕宣布，只身前往澳洲挑战可能是最后一年的职业赛。科罗拉多州一位滑雪爱好者最近遇上雪崩，且恰巧录下了这段惊险画面。只见山摇地动当中一片白茫茫，但幸运的是最终安全生还。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